第一次目睹6000万现实，希望是不会被抢。那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感谢各位媒体记者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，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的粉丝，所有的上中馆的会员，那今天呢，会请大家来现场呢，召开这个记者会呢，是主要是针对这个上中馆忽必烈的退费事件哦，跟经营的纠纷，来跟大家做一个仔细的说明。那大家首先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在桌子上。我们现场非常多媒体记者都可以作证哦。我桌上这边有6000万的现金，哦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故意领这6000万的现金来炫富，或者说干什么，只是因为3月31号正信负责人呢，他非常好笑哦，他在三中馆外面摆了一张桌子，然后呢放了1000万，并在新闻稿上面说，哦，去年到现在多次的说他要经营，他继续经营，他的公司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要退费，他要负责，他要负责所有的会员的退费。然而在4月1号开始，我这边都有直播，大量的会员进去跟他退费的时候，他是完全不退也不理各位会员的哦。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。然后他在4月2号晚上傍晚又发了一篇新闻稿，指称呢4月1号的会员都是报名。去退费的人都是报名，都是我的员工。然后呢，他也说4月5号中午他会继续经营。然后到4月5号的时候呢，一样，许多的会员到现场，我也有直播。他不但不退费给各位，而且中间呢有一位疑似他的员工，疑似他的员工哦，在地下室直接恐吓我们的会员。那馆长看得很不舍。那基于各位安全跟各位的权益。所以今天我觉得钱我可以再赚，但是各位的安全跟各位的权益呢，馆长必须帮各位负责。所以今天我拿出这6000万来给大家一个保证。那我还是再次呼吁，请郑先生不要乱讲话，不要只会对媒体放话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。我们这边赖证据账户，我们这边都有，包括我们这身后有5个律师团。你要玩，我跟你玩哦。你要玩法律大战嘛？我们这边有5个律师团。我们这5位律师现在到场作证，我今天的所有的行为，包括各家媒体，人要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人才会长久。然后呢，他从4月1号开始自己经营之后呢，他场内有所我们成吉思汗的所有的商标，包含我本人的商标、本人的肖像，他还继续的在使用。我在直播上面多次警告他。他都没有更换，到现在他还是在开业。然后4月5号的时候呢，那么多会员去退也退不到半毛钱。哦，我在那边更改一下，我在直播上面说5月1号，因为5月1号我们要办健美比赛，所以5月3号，如果各位会员，如果郑先生还没有处理这个退款的话，我们5月3号呢，大家仔细看我的直播，然后再看我们 FB 的公告，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，哦，请会员回来签一个债权让渡，然后接下来你们就可以拿到馆长的。退给你们的费用，在这边重申哦，馆长在经营三重馆7年来，我没有拿到三重馆的任何的好处。这位负责人不断的推脱，他拿4000多万出来，馆长做了1亿回去，多做6000多万来补这个场馆不够的费用。然后呢，他拿了6000多万的现金走，我们的团队都没有拿到什么钱，他居然还可以说我们去诈欺背信盗领，然后是我们自己要退出的，我也不懂新闻记者。为什么说我被他踢出？是我们我再重申，是我们自己要退出，因为他后来把银行印件、印章，哦，都转掉了，包含现在8号，照理说薪资要发了，他也没有发给我们，将近300多万，我们员工的薪资到目前我们没有拿到任何1块钱，像这样子满嘴谎言，
只会在新闻上面写谎言，却提不出任何证据。拿一千万摆在桌上，然后会员没有拿到那一毛钱的人，各位要相信他吗？所以今天我召开这个记者会是跟大家讲，我们的场馆未来还会再开，然后现在我还有六间场馆正常运营，还有电商。我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的粉丝喜爱我的会员，给我们支持，我才有今天。所以当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也曾经答应过，我绝对不会闪避。他不还钱，我就来还钱。按照法律责任来说，之后这个诉讼可能要数十年，没关系，由馆长来跟他诉讼。那各位会员在这边还是谢谢你这阵子的相挺啊，然后也造成你的困扰，馆长跟大家说声抱歉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记者会我要公布的内容。那至于说待会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记者可以直接来发问。那也请记者朋友作证一下，这个是六千万，哦，代表我们这是刚现领出来的。然后也谢谢各位会员的相信我、支持我，也请社会大众看清这个现实。会员到现在退不到钱，退不到钱。那也请相关单位、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、体育处、消保官、经发局等所有的相关单位，他到现在还在开业，我不懂。这么多的会员去退费退不到费，而且我的商标被侵权，到现在他居然还可以开业。那我也请各位消费者，如果要去消费哦，请注意这个人啊是谎话连篇。那他现在还要继续营业，那相关的单位是不是要还给社会大众2000多个会员一个公道？是不是要还给我陈某人一个公道？钱我可以再赚，真的没关系。但是政府单位到现在消保官去了嘛，那他还是继续可以营业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如果有不知情的消费民众进去了，那你权益受损了，那真的就不关馆长的事了。你不要说在里面场馆里面看到我们的商标哦，来找我，哎，这个是一样的哦，不是。我现在这边讲，我不是哦，它里面已经侵权了，他故意不把它拿掉，那这种人真的是可恶啊！我今天能做的就请社会大众看看这铁铮铮的事实。那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呢，可以在4月1号的直播，我的直播，我的 YouTube 直播，跟4月5号我的 YouTube 直播都可以看得到。还有人在那恐吓我会员，你不退费还恐吓，哦，所有的证据都摆在网络上，那请大家来看，你不要，请郑先生不要只会放话，要我给你这段时间，现在4月8号而已，你尽快的跟会员处理退费，哦，那你处理不出来没关系，我出来处理，然后我再告你。谢谢各位，哦，那如果记者要提问的话，可以提问，谢谢。他意淫的部分呢，是完全都是谎言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给我们钱嘛，我们也很难经营嘛。我们这边也不断帮他贴一些费用，所以在2019年的部分，我们跟他签的，重签了一份加盟合约书，上面是写10%的服务费。他所指的就是这些服务费的部分，因为他不承认合约书。那我等于我去做厂工的，我就做白工的，我商标白白让他用，我员工白白让他用，所有人都去做白工的，那这样讲也讲不过去啊。反正到现在就是拿公司去借钱嘛，借了之后就什么都不认啊。对了，还有他拿公司去借钱嘛，哦。拿公司借钱状况，就调查大概是？我们大概3-4家银行，实际的多少家我们没办法查，是不是还有更多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3000万，哦，因为3-4家银行来跟我们要钱。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啊，因为政治因素，银行不借我钱啊。现在我陈志安呢，不借，哦，不借我钱，所以我也没有在任何银行有借钱。现在我们企业是没有借钱的，所以他来跟我要钱，就是他没有缴钱嘛，人家追到我们身上，这样。他目前大概算一算，他欠你的金额大概有哪些多少？他目前为止，我们如果以38来算的话，他多了。那如果以他违约的部分，我们刚刚律师也讲过，就是我们到时候再看，因为裁判被告诉的关系，可能是3000万或者是几百万等等。然后侵权的部分，我们再另外纠缠。重点是，我还是希望说，当然他要经营，他合法经营的话，我欢迎他。健身界越多人来做越好，我 OK 的。但是你要还给会员钱，你要还的。问题是他现在都没有还，这才是重点。那光会员的部分就3-4千万，对。其实每个月哦，他都从我们做这7年来，他都没有再犯账。
他只每个月都在追我说他有多少钱可以挪走而已，他只想拿钱，所以呢，他就随便捏造一个理由，哦，因为他最近才把账拿回去看嘛，那他也看不懂账，其实这些都是厂商付款，我也在直播上面呢，曾经有写，有 post， 有的是退给会员的钱，有的是付给这些厂商饮水机、AED 哦、维修保养这些杂资，我们都有，我们会计那边都有账，而且我们还有汇款资料，所以。他只会放话，他都没有证据。我们这边证据都有，他只会乱讲嘛，反正他就打个空包弹嘛，让大家认为他是很可怜。那很可怜，你就要赶快把会员的钱付一付。我还是在呛你啊，证件是还钱，好不好？你不还钱是什么意思？就讲一句话，你就什么都不用废话嘛，把钱还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把会员的钱还给人家嘛，不要让会员去，他被你们恐吓嘛，什么东西啊？这太过分了。OK， 其实这个有点搞笑了。这个是我跟直播上面跟观众朋友，因为我不知道郑先生呢，他在3月31号，他摆1000万在桌子上干嘛？因为1000万根本不够退会员费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付薪水退会员费都不够，所以我说我以为哦，那天我看到我以为他是要直播拍卖鱼啊、牛排啊、加一啊，还是说要发财金啊、吃汉堡啊？结果不是，他说这1000万要还给各位，结果还到现在没有还，所以呢？我这是搞笑，哦，我这是真真实实的钱，记得过来作证。我有一个他1000万，我大他5000万的概念，这桌上是摆6000万，那也是给会员一个定心丸，跟他讲说馆长哦，有钱处理啦，那一边哦，有钱处理这样子，对。我想对方那边有说忘恩负义啊，有什么要回应他？我不知道忘恩负义，我不知道他给我什么恩什么义，因为社会大众应该都知道，在这件事还没爆发出来之前，你们知道。有郑先生这个人吗？所以我会红是因为郑先生体系，所以我会这些成绩上做得起来，是因为后面我师傅是郑先生，然后超壮这样，然后这是我徒弟啊，大家来支持他的健身房，是我帮他赚钱，是他只是一个投资者哦，非常简单，他是一个投资者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恶劣，说话不算话哦，完全没有诚信可言，而且呢只会出怪招的一个人，他说只会用法律嘛、记者嘛来发嘛。莫名其妙，对，还钱了，郑先生，哎 ，OK。想问那个6000万这个金额怎么决定？说，因为馆长刚才说，那个会员这个大概是3000万。是因为我要给我的员工，我那时候我去开会的时候，我的员工他们的薪资也没有拿到，对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故意摆那么多出来，我本来今天要放1亿，结果后来我会计不让我领，因为他说这样真的太多了，他们今天那个行李箱啊，背得很辛苦啊。我本来要领1亿现金放在桌上，后来我们会计说不当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才这样子，哎 ，OK 吗？好，谢谢各位记者，谢谢各位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